截至今天中午，被中共抓捕骚扰的维权界人士已经来到222人。中共官方连日来不断在媒体上制造舆论，抹黑维权律师。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在为了打压维权律师制造借口。截至周五中午1:40，被中共刑拘、监视居住、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的律师和维权人士已经超过222人。15号，北京律师陈海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当局的违法行为作出反击。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对中共当局的抓捕行动相继提出批评。16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刊文说，律师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要清除律师队伍里的极少数害群之马。自由亚洲电台评论说，新华社的文章是为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辩护。这是肯定的，因为专制这个大机器，每个齿轮都是相互配合的，从舆论上抹黑，然后与人民群众义愤很大，然后要清除队伍中的怪人，然后再用法律的手段打压，是屡见不鲜的，每一次事件都是这样做的。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邱宝昌14号也曾向媒体表示，会进一步引导广大律师始终坚持依法诚信，规范职业。这些人都是来打压律师的刽子手，我向他们公开发出问辩邀请，哪些人可以证明王宇律师、包龙军律师、王全章律师他们违反了法律，但是这些人没有人愿意出来应战，因为在专制国家的权力就集中在他们手中。16号，联合国5位独立人权专家声明说，律师从来都不应当因为履行法律职责而遭到起诉或者任何形式的制裁恐吓。他们要求中共终止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新唐人记者易如、舒灿采访报道。